甘心待己的心愿。可惜呢吼，自细汉阮都拢有熟识啊啦，因为伊伫咧卖料工业社，啊人伊做细汉都学戏啊嘛。是小旦方面，我安尼一路走过来，我听到他的唱腔是对的，是非常钦佩他。高秀玲是自细汉学起的吼，是无人会当得你讲，咱台湾全岛是小旦，唯一的小旦应该是高秀玲，人拢肯定的。柯秀妮哦，伊足敬业的，敬业。伊若阮若咧讲几点排戏吼，伊拢会提早到。跟我同款，阮拢提早到。那我认识他说，徐秀莲实在棒。为什么棒？我说你演戏认真。他的脑子里面一上妆以后，他就很严肃，自己要求自己，他就专攻了。专攻歌仔戏，他的角色，他今天有在演，他的主意，他的表现方面给观众。我说，这个人是正正当当的演员。